看看打了几关啊？看到没有？这是水上的浮标啊，这是靶标，一环都没打到，我这枪法不行。朋友们，奇怪了啊，怎么有一坨沙子在移动啊？仔细看啊，是不是一坨沙子啊？看到没有？其实是个小泥螺啊，清洗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小泥螺双击了啊，感谢大家，加油啊！看谁跑得快啊！看谁跑得快！哇，双击啊，很可爱啊！今天比试一下啊，今天握沙最快的多宝鱼还有这个小花蟹都到齐了啊！一二三，比试一下，看谁先握进去啊！哈哈，多宝鱼完胜了，这个太懒了，这家伙啊！这个得打他才能握沙。哎吧，兄弟们，今天用神器抽一个海里的宝贝，每发一个作品都要双击，可能有的老铁已经反感了，天天要双击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感谢一路以来你们对我的支持，这个作品就不要双击了。